不用再带一堆零钱结账，能有新选择。电子票证逼近速食店，加速结账也更便利。买大薯送大薯吧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吃薯条的，就是也比较省钱嘛，所以当然会提高想来买的次数。看好小额支付商机，电子票证业者和速食店携手祭出好看活动，消费明细先别急着丢，持卡消费不限金额，只要凭交易明细就能享有商品买一送一，优惠期间更长达7个礼拜。现在几乎人手一卡，电子票证和现代人生活越来越紧密，使用频率也很高。就是做捷运加值的时候，然后就顺便加进去，然后平常就可以用。因为就是不用拿出来零钱这样子，那就是只要把钱存到悠游卡，那就消费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各大连锁速食业者皆能逼，省去过往现金交易和找零不便，通路结合各项折扣，更能吸引消费者注意。逼经济时代来临，电子票证业者积极抢滩，希望发挥一加一力量，在市场站稳一席之地。三选综合报道。